第5080集。叶林渊坐在椅子上，沉默冷寂的如同一具雕塑，手掌始终轻轻地放在腰间的剑柄上，似乎随时都要拔剑出鞘。听到天珠圣祖的话，他依然是面无表情。什么时候出发去寻宝，告知我一声即可。天珠圣祖点点头道，寻宝之事非同小可，我还得与史诗帝国商量一二。叶晨问道，史诗帝国？天珠圣祖道，是的，在这片世界有两大帝国，一是我创立的天珠帝国，另一个便是史诗天君建立的史诗帝国。当年我带领着幸存下来的500人披荆斩棘，暴尽霜露，建立起了一个部落，后来经过千万年的繁衍，部落发展成帝国，人口也从当初的500人繁衍到数千万人之多。说起往事，天初圣祖颇有些感慨，想来当年他在无数史诗巨兽还有史诗天君的压力下，建立起一个繁盛的部落与帝国，也是相当不易的事情。天初帝国的建立历史都可以谱写成一曲史诗了。前辈，你既然从史诗天君手下活下来，为何不直接逃出去呢？叶晨又有些好奇地问。天初圣祖却露出了一丝苦笑，逃不掉的，我们见过了旧日宝藏，在见到宝藏的瞬间，命运便与宝藏关联，如同诅咒。除非能拿到宝藏里的东西，否则的话，诅咒不会解除，我们也无法离开这片世界。这是旧日之主的诅咒，是利用天君封神碑发下的诅咒。没有旧日之主的许可，任何敢踏入他宝藏领地范围的人都要受到诅咒。在说到旧日之主的时候，天初圣祖语气之中充满了忌惮戒惧之意。叶晨心中一凛，他与旧日之主相处良久，始终没觉得对方有多么可怕，那是因为对方已经衰弱了。但现在听到天初圣祖那戒惧的语气，叶晨便是醒悟，旧日之主五绝神在最巅峰的年代是一尊极其恐怖的强者，甚至可以说是暴君。巅峰时期的旧日之主比起现在的羽皇古帝还要厉害，他是天武仙门的掌教，旧日世界的至高主宰，天君封神碑的执掌者，五祖道统的传承人，天武卧龙经的大成者，无数荣耀与威严加于一身。当年万虚神殿为了对付他，甚至要十大老祖联合，旧日之主巅峰时期布下的禁制，发出的诅咒自然是无比强悍。即便是天初圣祖遭到诅咒后也无法摆脱，只能一直留在史诗世界里面。那史诗天君呢？他后来也建立了一个帝国吗？叶晨又问，心中越来越感到夺取宝藏的不易。如果武瑶在他身边，那一切问题自然都可以迎刃而解，但偏偏武瑶不在。天初圣祖道，史诗天君刚诞生时雄心壮志，想要凭一己之力夺取宝藏，但后来他发现，即便是他也没资格撼动旧日宝藏的禁制，所以史诗天君也转变策略，建立帝国，酝酿气运。不过他的史诗帝国臣民都是一群妖魔，是史诗世界的巨兽，修炼化成人形后被他收服去的。如今我天珠帝国与史诗帝国分庭抗礼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叶晨恍然大悟道，原来如此。顿了顿，叶晨又有些凝重地问，前辈，我还想向你打听一个人。天初圣祖道，谁？叶晨道，是一个女子，叫凤兰溪。他没有忘记凤长空的嘱托。天初圣祖听到叶晨的探问，却是眼眸微缩道，凤兰溪，她可是史诗帝国的圣女啊。叶晨愕然道，什么？天初圣祖道，轮回之主，你打听那兰溪圣女作甚？
叶晨看了坐在自己旁边的生觉天一眼，道：“哦，是故人相托。他说他有一个孙女叫凤兰溪，也在史诗世界，叫我打听打听生死下落。不曾料想，他的孙女居然成了什么圣女。”天初圣祖脸色一沉，道：“那兰溪圣女一体双魂，体质非常特殊。她早就被史诗天君看中，收为传人。史诗天君认为她有正道无无的潜质，故此一直大力栽培。”叶晨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正道无无？”他却没想到，那凤长空的孙女居然有正道无无的资质。就算是他这个轮回之主，还有人天女、羽皇古帝等人，都不敢说可以正道无无。史诗天君怎么会以为凤兰溪有这个资格呢？无无二字牵扯极多，有种种不可名状的诡秘气息环绕。天初圣祖似乎也有忌惮，不想再多说，只是摆摆手道：“等你见到兰溪圣女，自然就懂了。我们想去旧日宝藏的话，必须要和史诗帝国联合。”叶晨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天初圣祖道：“因为我天初帝国和史诗帝国谁也无法独吞宝藏，所以早就定下契约，双方共同看守宝藏，每次下去冒险寻宝都要一起联合组队。一般每隔三年我们就会组织一次寻宝，虽每次都拿不到宝藏，但地底下的诸多怪物也可供人历练印证武道。而且旧日之主昔年和万虚神殿的争霸战争，许多杀伐战斗在地底下都有回忆投影，观看那些投影对自身修炼也有着许多益处。”叶晨明白过来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天初圣祖接着道：“如今三年之期还没到，但轮回之主你大驾光临，必可为寻宝破局，我便去向史诗帝国知会一声，想来他们也会同意提前寻宝。”叶晨点头道：“那就有劳前辈了。”他心里又有些期待，不知道那凤兰溪资质到底有何特殊的地方，居然能被史诗天君看中，甚至说有正道无无的潜质。天初圣祖看了看叶晨，又看了看叶凌渊，有些为难道：“只是每次组队去寻宝，必定要决出一个领头人。领头人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。为了争夺领头人的位置，每次寻宝开始前，我天初帝国和史诗帝国都要切磋一番。轮回之主、林渊盟主，这一次你们谁要代表我天初帝国去争夺那领头人的位置呢？”叶晨和叶凌渊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我去。”显而易见，领头人可以掌握主动权，无论是叶晨还是叶凌渊都是不想放弃，两人都不想受制于人。叶凌渊冷眼看着叶晨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修为超出你太多，这领头人还是我来当吧。”叶晨心下寻思，自己与叶凌渊颇多恩怨，如果对方当了领头人伺机报复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当下叶晨也是冷笑道：“叶凌渊，你如今只是一具分身，没资格领头。”叶凌渊冷声道：“我便是一具分身也足以统领一切，你若不服接我一剑，你能接住便是你赢了。”声音落下，叶凌渊骤然从座位上飞起，拔剑出鞘，一抹锃亮的剑芒向着叶晨暴刺而去。剑舞青丘离歌，竟然是斩天九剑的第五剑。叶凌渊分身状态最强的第八剑杀心无痕，施展不出来，但要施展第五剑却是绰绰有余。斩天九剑的第四剑大下龙雀，叶晨已经见识过了，这第五剑青丘离歌比起大夏龙雀还要厉害。叶凌渊剑一出，整个大殿都陷入了寒秋肃杀的气氛之中，剑气搅动空气，呜呜作响。叶晨耳畔之中听到了一阵阵萧瑟苍凉的悲秋离歌之声，
在叶凌渊的剑气笼罩下，叶晨感到自己的神魂居然要脱离自己的肉身一般。这第五剑青丘离歌竟然有剥离人体神魂的恐怖效果。一剑出，神魂离落，端是恐怖无比。轮回圣魂天，开！危急之中，叶晨也是从座位上抱起，一步踏前，脚掌踩碎了大殿上的砖块，咔嚓嚓的作响，他当场就开启了轮回圣魂天。轮回圣魂天一开，叶晨的精神魂力顿时变得无比稳固，即便是叶凌渊的青丘离歌剑气也无法撼动他精神分毫。什么？叶凌渊脸色顿变，他感到叶晨的精神魂力在一瞬间变得无比厚重坚固，如铜墙铁壁，他的剑气压根儿不能撼动，反而自己受到反震冲击，神魂一阵动荡，五脏六腑翻腾，连连后退。叶晨哼了一声道：叶凌渊，看来你这一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叶凌渊看到叶晨气定神闲的模样，脸皮顿时一阵抽搐，知道自己失算了。他忽略了叶晨的轮回圣魂天，在轮回圣魂天的庇护下，第五剑青丘离歌对叶晨不可能有半点伤害。他若是动用前面四剑，可能都会给叶晨造成一点威胁，但偏偏第五剑就是一点威胁都没有。叶晨执掌轮回圣魂天，精神魂力是天上地下皆无敌，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撼动他的神魂。叶凌渊在天珠圣祖面前倒也不愿失了宗师风范，愤愤不平地收回长剑道：小子，算你好运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向天珠圣祖道：前辈，那这一次就由我代表天珠帝国出战，去与史诗帝国争夺那领头人的位置。天珠圣祖见两人交锋，电光石火之间已经决出胜负，暗暗心惊。他既惊叹叶凌渊剑法的迅疾凌厉，又惊叹叶晨的神魂无敌。现在两人决出了结果，倒也不用他再操心，他便点头道：很好，